总部位于香港的和合国际，下属八大板块形成商业生态圈，分别是和合国际旅行社、地东葛游 APP、 旅游科技和合商圈、和合国际商学院、和合实业联盟、一百度旅行生活俱乐部、文化传媒。近日，和合国际又迎来了一位神秘人物，也无意中透露出集团公司的下一个布局，好像和娱乐圈有关。笔者这话不是随便说说，而是有事实根据的。因为根据和合国际公众号披露，最近有影视圈的大佬拜访，著名影视制作人孙云峰先生在影视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像交锋、孔府往事、战警等都是出自他之手。而驾临和合国际的影视圈神秘人物就是孙云峰先生，他对和合国际的拜访也在集团公司内部刮起一阵风。孙云峰先生驾临和合国际，并且受到了集团董事长的亲切接待，双方共同洽谈影视事业合作事宜。根据公众号发布的动态，双方的会谈气氛非常融洽，最后还握手合影留念，看来成果还是很丰富的。这些年来，大陆的影视行业发展迅猛，已经超越了港澳台地区，甚至未来还有抗衡好莱坞的趋势。国内影视行业蓬勃发展，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演员和优秀作品，当然最大的功劳还是影视公司。和合国际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影视行业，但是他们的八大板块都是很好的资源，会助推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。更主要的是，和合国际和孙云峰先生合作本身起点就非常高，弯道超车成为行业的佼佼者非常容易，强强联手的结果会让很多事情变得事半功倍，也会让和合国际强者恒强在影视行业大步往前迈进。目前我们国家的影视行业正处于跳跃式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和合国际如今布局影视行业正当时，相信有了集团公司领导的鼎力支持，有了孙云峰先生的亲密合作，和合国际的影视板块很快就能崛起。由此看来，和合国际是下定决心要进军娱乐圈了。